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的话，这里继续给大家带来这个国产娱乐，希望大家喜欢。那么废话不多说，直接看录像。今天录像由圆弧金星火花、暗夜飞猿、船长、暗影正邪、绝缘的暴风雨、渺渺向前，还有 Mr. Mo 提供的素材啊，这里表示十分的感谢。那我们言归正传，看第一朵菊花，第一朵菊花。那我们这边的话是一个几号位，选什么将呢？选了一个啊，大吴啊，阴魂。啊，这个地方是上阵父子兵啊，这个爹地跟儿子啊，孙大圣跟孙辈儿。那么这里的话，如果啊觉醒的话，这个副将魂伤啊，主将还有阴魂，双阴魂模式啊，双阴魂模式感觉有点屌啊，有点屌。然后碰到香香更好。那么二号位这个地方弃牌，我们队友直接一个打鼓阵。那么这个打鼓阵是有资本的，副将是女萌萌萌哒。那么这里二张一旦跳出来之后，我们无将啊可能就要围绕着他转了。那么这边应该是我们队友了，应该是队友，这都给贴装备啊，贴装备。那么直接跳啊，直接跳香香，哼哼，刷一张牌，然后以逸待劳啊，以逸待劳，结果被掳掉了。那这样的话就有点有点伤了。那这样出悲歌，整个的香香你这个藤甲装的感觉让人有点心惊胆战呀，心惊胆战。人家这到时候有一把扇子，现在大吴国这个地方二张跟女萌肯定要打你吴国的，不用多想啊，不用多想。那么这样的话又被乐啊，又是掳了一手好牌，这样六号位被藤甲妨碍住，我们这个地方无脑弃牌送大固阵，而且啊这个地方送的年奴。那么月银一跳，顺手拽羊，看我掏炉啊！结果这个估计掏不到啊，十六张牌啊，刚才十七张牌，你想掏炉的概率太小了，太小了。那这个地方，尽当稳固内库，以御外患啊，以御外患。那么这样的话，狗狗这是什么套路啊？你这个拼点输了，你就这就没办法了，这就没办法。这个有的时候人家打的不是特别的想玩龟缩，你也不能这样弃疗啊，你这弃疗比人家龟缩更可恶啊，更可恶。哎，这个态度我是非常不欣赏的，不欣赏的。那这样一个南蛮一开，再一个决斗，送你狗走啊，狗货，走你一个，走你一个。霸业未成。那么狗货你这个地方打得太烂了，这作为这么高等级的玩家，你这个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这就弃疗是吧？我们这国战娱乐里面也看过了很多大风大浪啊，你万一再有甲鱼是吧，利用空子说不定就能把吴国给消掉啊，你这打得哎非常鄙视，非常鄙视。我们不管。那么这样的话，紧着乐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卵用了，你乐二张也没用，乐香香乐我们都是没用，直接弃牌固阵啊，二张那个在克级，你怎么打？没法打啊，没法打。那么这里的话，杀杀有的是酒。那么我们看到啊，刚才从月英这边拿我们开刀之后，我们整个就打得非常激进，直接慢血求一血魂伤，一血魂伤之后，这里阴魂啊，主将孙大圣来，爹地在此啊，给你阴魂啊，复魂。那么哥哥在这里再次保你不死，两次一刷牌，香香瞬间啊，手牌九张已经相当强大了。那我们这个地方打得稳妥一点，直接回血状态啊，不浪了，不浪了。那么这个地方借刀杀人，我们就直接杀嘞，有寒冰可以敲牌，不惧啊，不惧。那么最后这个地方，为了不让二张拿到多余的牌，直接喝酒没什么问题。那么现在的话，整个打到这个局面，应该是来说大吴碾压全场，碾压全场。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啊，飞哥也没有效果，直接翻面翻回来了。那么这么多杀，你赵云怎么可能不死？不死也得死啊。那这个地方小胖的话直接出逃救起，然后你出逃的话也没什么卵用啊，这杯水车薪啊，杯水车薪。锁锁连环砍一刀暗将，直接结果碰到了田丰。那么这个地方啊，其实啊手里还有这么多杀啊，那么一般来说打得稳妥一点啊，稳妥一点的话，你有那么多闪，反正你出过杀之后肯定要弃牌，这个地方打得稳妥一点的话，杀月英可能更好一点啊，更好一点。那么这里不管啊，虽然这个被暗将啊暗算了一刀，然而啊后面想想这么多牌，那分分钟也可以补刀补刀你啊，
我爸爸是刘备，我爹爹是刘备啊，我爹爹是刘备，直接挂呀！别打脸，我投降还不行吗？好好好，好好好。那么这一局啊，其实你看了我们这个边，刚才还有双阴魂模式，来，女儿摸一个，来，小妹摸一个哈。摸摸摸，爽一爽，是吧？那么我们二张啊，整个是大吴啊，围绕二张为核心啊，围绕二张女谋为核心的啊，大吴政府啊，赢得了这场胜利，还是比较轻松的。这个抱团就是其他势力完全没有优势能扛下来的。好，那么这第一局吴国。我们再来看第二局吴国，第二局这边选了一对好基友一起走啊，好基友一起走，幸福的日子啊。那么这里选了一个啊，这个把主将放孙奔的话呢，就是求血线啊，求血线，这就是求，这个就是更容易续报啊，续报。那么上来的话大家都是装装备起起牌，甄姬继续起牌，那边的话五号位看看怎么打，南蛮入侵打一波啊，打一波的话那就这样了，就这样了。那么这里结果跳了一个飞拳熊啊，飞拳偏位一点了，飞拳偏位一点。那么这边顺手拽羊，这里继续飞拳偏位过河拆桥。这两个已经两个位将了，两个位将管今夜天象知天下大事，顺手转羊来一波过河拆桥啊，这个还行啊，先控一控场，控一控场，先干活干活地。那么二号位装上装备过假太尉被乐中，甄姬的话肯定是行动起来打甲鱼啊，这个竟然大姨妈了，大姨妈了。无中生有开一波，这个地方直接弃牌了。那么六号位在这里的话装上装备过啊，装上装备过，我们这里的话也是啊，也是这样啊，没有问题。那么装上人王比较贱了，那你我们有技啊，你想要打我们哈哈，来打呗，来打呗。那这样的话这边又出了个郭嘉，那这样的话有可能四位将在这边。那么南蛮一炸的话，整个现在的场景肯定是魏国抱团的局面啊，魏国抱团的局面。那么老诸葛在这里的话看看乐不叔叔，估计是乐不中啊，估计是乐不中。那么这样的话打暗将呗，八号位啊，你可以打八号位暗将过河拆桥，拆了锦衣啊，拆了锦衣。那这个地方年弩不要考虑，没想到吧，这样的话甲鱼就扛不住嘞，是吧，你这个地方应该那这个地方的话应该来好啊，突然出现毒菜的话，那么郭嘉可能要慎重一点啊。那么结果啊，这是往死里打，死就死啊，死就死，背断肠就断肠啊，否则的话留着毒菜在场上方便啊，妨碍他们大位啊，妨碍他们大位。那么贾大爷一出的话，这样一个决斗送出来，然后大乱舞啊，那这个地方你有杀啊，这干脆刚才砍一刀得了，砍一刀得了，你都要乱舞，知道这个自己要死。关羽在此，尔等受死啊，尔等受死。那这样的话，由于啊贾鱼已经死了，这边还能求逃啊，还能求逃。一个体力流失，曹操一逃救起来，这边想顺手拽羊，顺白银回血啊。那么现在整体大位啊还是有优势啊，看曹老板这边啊怎样。乃河北上将颜良文丑是也，来，这还有逃啊，还有逃。那这样的话就是卖血啊，要卖空了，卖空了。卖空了，我们这里的话肯定这手里啊一堆牌，可能又想要求爆发了，想要求爆发了。南蛮入侵，我们掉血，掉血的话现在就是留牌续爆保输出啊，留牌续爆保输出。那你这个铁锁直接牺牲自己，要带走老诸葛跟那个颜良文丑啊一血，老诸葛两血，颜良文丑一血。那么这样找我们驱虎吞狼之计啊，驱虎吞狼之计，还有一逃救起来，好评好评啊。那么这里的话我们直接啊求过牌了，求过牌，知己知彼。那么那边的话可以找他拼点，拼一波，拼完一波直接开万箭啊，直接开万箭。那我们再次掉血啊，那这个地方 AOE 开出来的话肯定是能收就收了。
那么远交近攻再刷一波的话，那 1v2 的模式开启啊，左右开弓撸起来，激昂刷一波的话呢，大卫就崩盘了，崩盘了。刚才的话，双头已经打攻的模式，直接把魏国的桃子啊耗得差不多。这样紧接着连环崩之后，四牌加三牌啊，这样七牌到手，最后又是一波爆发，又是一波爆发。那铁索连环利用藤甲再带走一个魏国，那这样的话，可能有点遗憾的就是没有连续输出了，没有连续输出了。但是整体而言的话，现在郭家跟双头这边啊，都已经是全废的状态，拿来吧，各自一血啊。那你拖我们的牌无没有什么卵用啊。那么双头也弃牌，我们这有 Q 点可以拼啊，直接天意昭昭。那么 1v2， 那么这里的话没有选择先郭家，防的是双头手上可能有桃，到时候要保郭家，这个打法应该还算没有问题啊。就把你颜良文丑收掉，防止你逃，到时候想保郭家这种情况出现啊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那么这一局啊，直接是，太史孙策这对好基友的话，直接利用了阴阳加天一个龟缩、啊、破了大位。前面啊，我们的盟友各种打工啊，各种打工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第三局这边的话，是一个选了一个乔大师啊，乔大师。那么乔大师在这边的话主打防御啊，那就是小乔的弹啊，各种弹。一号位我们这边装上装备弃牌，我们这里加一减一啊，青钢装上刘黑做防御啊，刘黑做防御。当然啊，这个时候我们想要弹人的话弹不了啊，这个必须在我们亮枪之后才能有红颜锁定器啊，锁定器。三号位气，四号位也气啊，那这样的话五号位知己知彼来看一发啊，看一发底库。六号位的话也继续弃牌，这样那边寒冰鲁夏，这样你这个招仇恨啊，拿来吧。想到吧，那么这样的话这就大水冲了龙王庙啊。那他们俩的话这样一个盲狙苟货被逼到一起还是比较伤的，比较伤的。那我们这里杀一刀苟货之后的话，那边桃子救起来啊，救起来。我们酿了副将这边小乔啊，小乔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我们回合外两张黑牌还可以做防御啊，做防御。毕竟手上没有红桃牌啊，这样的话回合外肯定是打不动的。那么三号位这个地方跳飞位啊，跳飞位。四号位离线状态，乐不思蜀的话，这过河拆桥。这乐不思蜀就随便乐的呀，感觉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基本啊场上降面的话，魏国啊这一轮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希望了。这样直接被打崩了一个，打崩了一个。那么五谷丰登开一波之后啊，大家就各自为营了，这下就各自为营了。那么月营继续哼哼娇喘呢，娇喘。这样九杀的话输出全靠猴，然后啊张辽这边也就打到一血，南蛮开一波再炸一炸鱼，我们就弹一下暗将啊，这个时候我们就控暗将就行了。那么再杀一波的话，蜀魏都废了，都废了。那么吕布的话现在进入龟缩状态啊，他不看雷公助，那这个我们打到暗将的话还算可以啊，还算可以。那我们就不怕教主在这边，你来劈啊，你劈不到我呀，红颜在此怎么劈。三号位这样龟缩，四号位被勒中，五号位的话弃牌，吃个刀弃牌啊，我们刚才弹了一些给他补回来了。那么这个地方闲云袅袅花香阵阵，一个曹丕放逐的话肯定是这个地方控场啊，控场。但是控我们的场子这个不是那么的好啊，不是那么的好。那么这里的话想借刀掳人啊，直接一个无懈打出来啊，毕竟我们这里杀一刀的话皮少可能手上没什么货啊，没什么货。这样两个屯田顺一个我们没有问题，大嘴在这里要开始掳了，放箭放箭放箭，箭之充足啊，箭之充足，开始恶心人了，开始恶心人。那么雷公助我继续翻，那你翻我们我们就开心啊。那么这个既然没有弹啊，没有弹。那么这样的话箭之充足之后啊，张飞跟曹丕这两处的话可能要被崩了，若有若无。那么继续控一下暗将三号位啊，若有若无来一发，来一发。
那么农民的话，这里继续啊，九自科一个，自科一个，那样的话，直接把吕布翻掉，翻掉的话，那这样的话就控制了他的行动能力啊，行动能力。那边的话，乐英被拿下，行商送曹丕，雷公助我，继续天下大事为我所控。那么这样之后的话，丕寿啊就被带走了，带走我们现在整体而言啊有点难度。那么大嘴杀一刀三号位暗将啊，那么我们继续谈啊，继续谈，谈了一下吕布那边啊，三号位还不明身份、啊，不明身份，尽知充足，尽管取用啊。那么雷公助我，那么这个地方啊，其实你看到这个时候，我们又是翻面，手牌量又不多了，而且没黑了，没黑桃了，那么奇迹的时候出现了，那这个地方又是一个忙到自己队友，然后这个地方我们一谈。谈的话大嘴自杀状态，吕布的话你也翻面，我也翻面，只能杀我们一刀，没有九杀那就足啊，足啊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乐不思蜀再杀一刀，跟教主单挑应该已经不惧他了，不惧他了，你就劈啊，你怎么劈。那么这一局啊，这个还是比较娱乐性比较好的、啊、前面啊大卫忙到自己人，最后的关键时候你想着我们这个手牌都没有办法赢的状态下，回合完没有防御了，那这个时候竟然利用了这个忙到自家人给劈死了。那么刚才啊大嘴啊大嘴又开始打工状态，我们看几局真正的进入中场的休息状态。那么我们第一局这边的群雄大嘴，我们自己啊就是一个华佗老头跟马腾啊，那么南蛮先炸一锅鱼再说啊，炸一锅鱼再说。那么大王看我的啊、嗯、那么这样的话直接南蛮鲁一发的之后炸出了一个祝融，然后我们桃园结义再恢复一个血性啊，那么该掉血的啊就只是炸鱼的目的啊。二号位弃牌不过啊，弃牌过了。三号位这边的话开万箭，那我们藤甲装上就是神牌了，神牌了。弓箭手，弓箭手准备犯箭，我们队友出现了，队友出现就是好评啊。那么这里我们藤甲就看戏状态，全都去死。那么这个时候的话，那么副将好评啊，副将好评，大嘴田丰，那就是这个又是金堂的剧本了。射死啊，你不死没关系啊，那我们这个有随时都可以摸牌。四号位先倒，倒完之后的话这个摸牌，这样的话一人一滴血啊，一人一滴血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那么挨个倒，挨个拿牌，挨个倒，挨个拿牌，我们藤甲稳定看戏状态，那这就非常屌了，全都去死，祝融还能扛住吗？扛不住，最后再来一发，一个九火烧啊！那这个火烧，我们心甘情愿的卖啊，心甘情愿的卖。这样呢，我们有急救嘛，无所谓啊，无所谓。那最后的话，还有藤甲，还有七张牌在手，那就直接啊，这边的话乱击啊，给他不屈啊，给他不屈。那这边还有随时可以再摸啊，再摸。那么这一局啊，还是大嘴田丰啊，我们测试角队友，当然我们这里的藤甲也是保住了自己啊，没有使队友啊，这个因为我们这边是群雄啊，有形成一个负面作用，还行。那么这一局大嘴田丰啊，顺利拿下。好，那么刚才那一局的话是测试角，我们这一局的话是一个主视角的大嘴田丰状态啊。那么这边我们是一个八号位，那么八号位前面啊，当然就希望他们去多开 A 多炸一炸鱼，那么我们到时候就可以啊看一看了。那么这边的话光上闪电又顺手拽羊了，这个尿性就是那么几个了，教主司马小乔啊，教主司马小乔。那么这边的话三号位直接逃跑状态啊，这个态度非常完美。那么四号位弃牌，五号位的话这边、啊、放个桃园装个逼，容我装逼先啊，容我装逼先。那么老诸葛的话观今夜天象，拿几张牌之后的话知己知彼，看一下五号位顺手转羊，结果顺到了甲太位，让你看我主将，我副将还藏着一手。那么七号位的话继续弃牌，我们这里的话依然啊选择龟缩状态啊，那么毕竟场上一人啊一血都没掉，那么这个场面你想要打下来的话可能有点难啊，有点难度。
而且没有首亮的牌啊，没有首亮的牌。那么现在场上有两个队友，那么这边副将很有可能是教主了，教主了。此计伤不到我，伤不到我。九炉谁能挡我一个大乱舞啊？那这个这样之后的话，整个场上、啊、该出杀的出杀啊。这边还有教主啊，这个还是比较明的教主啊。那么整体这样平了一下血线之后，我们大嘴就可以发挥了。那么这边还有闪电的话，教主那边还有个八卦可以判啊，可以判。那么这边的话，寒冰敲一刀甲鱼啊，锁锁连环。那么火攻来一发解锁，这是直接为了空城状态，空城状态。那么你踉跄，踉跄，这就是找死啊！教主给你劈啊劈。那边四号位还救起来，然而救起来我们这边还有一手啊。大丈夫当代三，大丈夫当代三尺之间，你不是之功。那么看我的厉害之后刷一波牌，过河拆桥回个血呗，这个肯定是回血状态啊。那么我们这里直接亮将，直接亮将万箭齐鲁啊，万箭齐鲁。鲁的话这样，老诸葛先卒啊，卒完我们随时先摸一张啊，先摸一张，你死不了。后面啊这边一号位还给我们送牌啊，那么随时摸一张，那么人头两张。那边的话甲鱼离开状态，我们这下面的话肯定用黑白鲁啊，黑白鲁。香香也倒了，倒完之后的话这边用决斗先上，然后再杀一刀，最后再万箭补刀啊，再万箭补刀。那么这个地方的话，主要由于孔融那个地方啊，快跪了，快跪了。然后最后一发再来啊，再来。那么这里的话要死，要死，要死。那么太尉救起来还行啊，还行。那这样的话，应该来说这一局要拿下了。四号位，即使这个地方我们继续啊，没有这张无懈的话，那可以不放，选择留给孔融去搞四号位啊。那么这样在我们队友啊前面一个闪电一个大乱舞的情况下，把这一局给残局啊给撸下来，应该来说还是比较轻松的。主视角的大嘴田丰，那么今天的大嘴就比较多了。这一局的话是一个大嘴独菜啊，主将大嘴，副将百搭，副将百搭。那么没想到吧，决斗各处骚人啊，各处骚人，你这个就是感觉是找死的状态，找死的状态。那么一代牢刷一波，二号位看看怎么打，八卦装起来，桃云结义啊，桃云结义好评啊，好评。那么这个桃云结义的话可能也是非位的，那么这边继续开万箭，那么结果这边还是魏国啊，这边还是魏国。那刚才你跟他拼决斗也是蛮拼的，那么这边也是国家，这三位在场啊，三位在场。那么刚才这边是有读条的吧？那么知己知彼，来一发丈八装起来啊，上方装起来，杀一刀的话，我们有悲歌啊，悲歌有毒条，这个应该是比较明显的。赌菜火攻啊，火攻的话，控场呗，控。我翻过来。这个控选择了控队友、啊，控队友这个就一般啊，还是选择控行动能力的人比较好，这样就方便。己方啊，这种抱团的时候自己来动，你看现在这翻不回来，那就是农民少输出一回合啊，农民跟辽神少输出少辅助控牌一回合，那么最后还野了一个狗货啊，那么吃我一击击，鼠辈竟敢伤我啊，那这样的话夏侯估计这样要被打残啊，去虎吞狼之际借力打力，那最后还有一九，一九的话这直接刚烈啊，送屯田，然后这个屯田送的其实并不好啊，那么这里气的还好，不是什么防御牌，如果他手上防御牌比较多的话，你这个气牌就糟糕了，糟糕了，毕竟他已经翻面了，回合外要是盯着他鲁的话，那就是分分钟可以足啊。那么这里的话我们借刀鲁人，结果他还不给啊，不给，那主要可能看到我们大嘴要放一波的话，这个他想清空手牌，最后来个大劫命，那么我们也没有如他所愿，不开啊，不开。那么这里青钢杀一波的话，现在整个魏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能力啊，过盘量的话没有太大。那么
张辽跟农民的防御应该比较薄弱，夏侯惇的话防御还行啊，还行。张辽你现在还被控住了啊，这个控场就不是那么容易了。那么百步穿杨来一发，直接强中老将军那个身强体壮。那么这里的话，最后啊，这你再刚烈，再刚烈我就劫命卖自己啊！全都去死吧！全都去死！那么这个时候啊，终于把握机会开始撸了，那么撸，结果那边碰到曹老板，这个有难度啊，有难度。那么这夏侯惇看来还要拿下来啊，蜀魏竟敢伤我，还没有伤到，那么最后再来杀补刀一刀，那么这样拿下三张牌的话，不惜一切代价拿下此人，是吧？我们这个谋士郭图庞纪所所赢，那么这样的话继续撸这两张废牌卖给郭家呗，你卖啊，你能拿多少你随便拿，那这样的话清空之后的话郭家都不敢卖了，这没有货了，你卖怎么卖，没法卖啊。那么这个时候突然戛然而止啊，最后不撸了，因为毕竟场上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没有这个还没出现自己的队友，可能是怕把三号位 A 死的话我们直接弃牌打空状态，所以这里的话直接犹豫啊，猥琐了一波，猥琐了一波，但是没想到啊，确实我们这个是自己一个独苗啊，一个独苗。那么这样独苗的话，香香可能来说啊，比较的招仇恨一点，毕竟萧霁跟制衡啊，回合内刷牌的话有点那个。那么我们这边的话，直接一个大飞哥桃子救起来，现在就没有办法了，就指望着郭家那边啊卖一波啊。那香香直接弃牌啊，香香直接弃牌。那么被乐不思蜀乐中的话没有什么问题，郭家打一波过河拆桥九鲁啊，有没有刀拍出去？那这个还是比较漂亮的。那这样的话，整体我们在桃子借刀掳人。那么这里的借刀掳人非常的漂亮啊，他是收了曹老板，然而我们手上两张红桃桃最后再射出去。香香这个地方的话打的有问题啊，我们是神借刀，他是神卖曹操啊，神卖曹操。哎，香香在哪？让我们看一下他最后手牌是啥啊，还有一张，最后卖拿就一张手牌拿了一张杀，这个地方你肯定是那个呀，但是他可能也怕刀一被我们拿过来，我们手上万一有杀，他这个地方刷不到闪的话，就是分分钟就直接跪了，就直接跪了，应该是这么考虑的。到时候郭嘉再砍他一刀，他肯定就跪了，肯定就跪了。那么这样还不如索性刚才悲歌的时候啊，他那个七个装备啊，七个装备刷两张牌，当然啊，这个世事难料，就这样。好，我们继续看大嘴啊，继续看大嘴。那么这一次的百搭队友是啥？我们百搭大嘴这一次是配的庞德啊。那么整体来说，庞德啊就比较废柴了，比较废柴了。看看这一局怎么能拿下的啊？那么一号位弃牌，二号位二三七啊，我们这边的话上来就开始撸啊，全都去死吧啊，全都去死。那这样的话炸出了我们的甲鱼队友，继续开 AOE。 那这样的话有桃儿有五谷先开出去了，那么后面的话两张红啊，两张红那边的话，哎呦，还出了个田丰，随时又可以打配合了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啊。那这样的话希望能这样的话收不到啊，收不到，最后再来一红啊，再来一红。我们那边农民又收到，希望能够这样的话八号位能带一个人头啊，能带一个人头，结果还带不走。那么二号位这样死不死啊？死了，死了。那如果他不死的话，我们这个杀估计会杀一下农民啊，杀一下农民。那这样的话八号位倒，倒掉的话一号位紧接着倒啊，这个地方肯定是飞旋了，还打无器。那么最后的状态我们缺啊，没有关系，有杀还没杀一过，那最后再来一个补刀。三号位你这个二 v 一 v 二的状态，最后直接一个玩杀火上啊，队友补刀，我们这个直接拿下五人啊，送队友。好，这个中场的大嘴打工状态就这样了，那我们进入后面的后半段。那么这一局已经是毋庸置疑啊，卧龙凤雏捆绑 boy 啊，捆绑 boy。
那么这样的话，剧本已经写好，那就看什么时候能够应用出来啊。那么上来先开个南蛮炸一锅鱼，结果炸到我们的帅哥队友啊，都是长得帅的队友。那我们这个惺惺相惜啊，庞宝阳大萌货，大萌货都是大帅哥，大帅哥。那么这边的话，猛进来一发之后啊，直接把孟获敲掉一个加一码，然后那边四五号位装逼啊，不动了。六号位顺手转羊控一波火攻的话，这直接跳飞鼠啊。当然这里跳的话也不是完全的跳啊，也有可能火攻装逼的，暗藏自己血藏啊，血藏。七号位继续装逼，我们这里的话，减一顺手转羊顺三尖两刃啊，三尖两刃这个没有问题啊，这个。看看戏啊，看看戏，现在出来没什么关系，但是我们不顺猛虎啊，其实还是稍微表了一点吧，表了一点吧，庞德也没顺啊，就顺了暗将四号位那边装备过，这样的话南蛮开一波的话，这个南蛮非群雄了，非群雄，我们直接出杀，知道南中子弟的厉害了吗？知道南中子弟的厉害了吗？那么这样的话，六号位去盲开一波五号位啊。那么五号位比较偏鼠的，这个地方可能还是飞鼠国了，飞鼠国了。那么五五再开一波，我们拿上链子，这个链子拿过来的话，下一轮感觉也不太好锁啊，不太好锁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开万千，我们直接无懈可击啊，无懈可击了。那么过河拆桥，拆一刀啊，拆一刀的话还好。那么这里的话继续选择龟缩啊，继续选择龟缩。那么队友在那边的话杀一刀暗将啊，那么结果是把大桥逼出来，那么我们五号队友可能有点受伤啊，看他是不是鼠啊。那么这个地方的话肯定是飞舞也飞鼠的，飞舞也飞鼠。那么这个肯定是跳明的跳飞舞啊，明的跳飞舞。那么现在场上的话，我们啊这边啊捆绑 play 要发挥的话，肯定是等残局，或者说以前啊常用的剧本，就是藤甲捆自己再来强烧一波啊，强烧一波。那么这里的话，大家这个我们就队友啊占了一个地利因素啊，就是远距离标击大强你还打不到我，打不到我。那这样的话杀一刀，最后还逃之自救。香香这里的话乐不思蜀来一发，然而你想找人睡都没人可睡啊，没人可睡。这个应该是吴国的，吴国的。那么出来大嘴，那大嘴的话还有双头打工状态吗？打工状态，远交进攻先开一波，弓箭手开始准备犯贱，准备犯贱。然后八阵的话也是只能看破酿酱之后才能用啊，酿酱之后才能用。全都去死吧。那么雕虫小鸡鸡，那么雕虫小鸡鸡之后的话，这样我们八卦看看能不能用上来啊，用上来。那边的话，这边群雄又出来填风啊，大嘴填风。当然这个是他们不是自己的填风，那可能还好一点。那么火攻我们随便火啊，八卦来一发，结果这破八卦呀，破八卦。那么这样群骚之后的话，这再来一个九杀，我们这八卦绝对的国产的，国产的。那么两桃自行救起之后的话，只能杀一刀，这个没有货，也没有锁子啊，没有锁子，也没有红，所以这个无法打，即使有红也打不了啊。那么最后一个乐不思蜀解掉田丰啊，好歹算拿下了，拿下了。那边的话再决斗一个暗将啊，决斗一个暗将的话过河拆桥，那么结果还是个全雄啊。那么他那个第一次那个南蛮就坑队友了，坑队友了。那么火攻的话决斗再调戏一波啊，估计就贵了，就贵了。这个能直接调戏的不直接调戏啊，杀一刀什么鬼，就是失败的失礼了。那么现在整体而言啊，我们也不是特别虚啊，不是特别虚。那么小胖贝勒的话也是比较无奈啊，比较无奈。他这个否则的话可以放权给我们打一波啊。七号位乐不思蜀的话，那么小胖估计要跪了。那这样的话，最后我们就是比较弱势的状态。这个群雄啊，状态都比较好啊，都是满血满装状态。这边的话还被搞崩残到一血状态，一血状态。这个铁锁可以直接把群雄锁上啊，浪费牌没必要啊。这个大制衡之后啊，当然还有一张草画还行啊。
最后涅槃难以放，涅槃难以放。这个地方我们是明的，明的这个涅槃啊，明的涅槃。那边的话，他如果搞七号位的话，还有点戏啊，有点戏。那有大阴魂顺利八牌之后的话，那最后这个场面啊，你再射，那就是找死啊，自己找死。你这个就把貂蝉那边啊给削掉啊，给削掉。那么注意啊，有藤甲，有铁锁，有红，这个桃子可能吃的稍微有点着急了，稍微有点着急。那么通通锁上，最后一桃锁起来啊，锁起来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新收一个两张牌啊，可惜啊没有这个红啊，没有红了。万箭开一波，最后的话，死火可助我军大获全胜，九杀来一发。这个手牌啊，老天不助，这边双头大嘴肯定是贵啊，肯定是贵。所以这一局的话，最后我们一个捆绑 SM 就解决问题了，利用藤甲，利用藤甲。只不过这里的话，就最后秒三人头啊，并没有说像以前的那里啊，秒全场的那种。主要这一局啊，没人包养手牌啊，没人包养手牌，有点难。好，这样的话，这一场蜀国就这样。最后啊，还有四场魏国，我们先看第一场啊，第一场。这边的话，农民家啊，农民家兽。那么一号位首开南蛮，炸一锅鱼之后的话，我们这里啊直接掉血也没卖，也没卖。其实可以卖吧，你这个农民不卖的话，那你看这边甲太尉啊，你这就少卖了两张牌。这个时候再酿酱卖牌的话，额外少过两张牌啊，少过两张牌。那么顺手赚羊，顺个人王啊，保保命，再杀一刀，我们吃个桃啊、嗯，吃个桃。那么后几位的话，估计要看戏了，看戏了。那么这边的话，跳飞位，我们这里要么屯田，要么天渡啊，能够保自己的防御的就直接天渡啊、嗯。废牌的话，那就直接屯田了。那这样一记的话，直接刷出来啊，直接刷出来。那么数现在四国酿将的话，这边跳飞舞啊，跳飞舞。那这个飞舞的话，就可能偏我们队友啊。八号位的话，可能飞位啊，飞位。这边的话，应该也是我们的队友啊，也是我们的队友，偏位一点。一号位看一下四号位的底库。那这样的话，七号位跟一号位啊，这是我们的可能是啊，可能是，只能这样说。那么以逸待劳刷一波，这个以逸待劳就划算了。两桃到手的话，直接满血状态回复就行了。那么这里的话，应该也是飞位的，也是飞位的。那么这个场上的势力判断应该还算比较明朗。这边你决斗这自打脚，这什么鬼啊？什么鬼？那么蜀国这个时候还在砍那边的吴国，这个就打得不对了，不对了。那么这边的话，开一个五谷丰登，直接给我们打个无懈啊，给我们打个无懈。那样的话，杀一刀暗将，杀一刀暗将，四号位没有什么大问题、啊。甲太尉这边无中生有开一波，那么这个地方天度可能就是怕他开大，可能怕开大。那么最后来了一杀，九鲁陆神啊，九鲁陆神。那么一血残了之后，反正先控一下场吧，控一下场。这里大嘴看到这种残的人头，已经按捺不住啊，按捺不住。其实这个人头效益不大，效益不大。那么一号位结果还是无果，无限。那这里是我们的队友，没错啊。顽师比身来一个大钢镊，最后还有马腾的雄毅啊，再来补货啊，补货。那这样队友挂了的话，他收两张啊，这个整个的收益还是比较强的，比较强的。那边的话，我们天度继续来啊，继续来。那么现在的话，这种像这种杀的牌直接屯田啊，简直充足。尽管那么最后八卦已经没了，只能靠硬靠一记啊来防。那么我们直接小乔啊，这个时候考虑到这一波大嘴下来的话，肯定是扛不住。那么只能这边一记跟天香来一个配合啊，来一个配合。那么这边最后一个神坛，我们桃子再次救起啊，这个就屯田了，没什么卵用的牌。还留一张无懈啊，还留一张无懈。那这边打的话，赵云桃子自救，好评啊，自救好评。还剩两张牌，希望他没有货了。那么最后一张无懈，
再次保自己。那最后两战还是啊，还是凤雏。那么那边凤雏啊，那还可以。最后小乔就剩就一个人头啊，啊两个人头这边。那继续两张牌的话，看能不能拿下来啊？也好，就那么这样的话，有屯田啊，这个就直接天路过来啊，绝不会倒下。那么这种牌就屯田了。那么现在六个屯田满把手牌，有杀有闪啊。但是甲鱼这边的这个钻石肯定是可以直接把我们一刀拿下，一刀拿下。那么这样的话，继续屯田啊，继续屯田。按照道理来讲，这个局面啊，我们是估计要跪啊，估计要跪啊。那么这里火攻的话，觉得我们是大 boss 啊，开始搞我们啊，搞我们。我绝不会倒下。那么甲太尉来直接灌石强中一刀，借刀杀人。那我们直接闪掉啊，闪掉的话又来闪啊，这个肯定天度保闪。那么远交进攻，顺手拽羊，继续屯田啊，过河拆桥。那么各种拆啊，各种拆。然而最关键、最喜剧的性的是，这么多牌竟然断杀了，这么多牌竟然断杀，而且顺手拽羊没有顺到我们的杀。那么这样之后，我们利用了这么多屯田啊，所有人的手牌肯定是顺光了，肯定是顺光了。那无中生有，开一波，现在可以放心大胆的用各种 AOE 了，各种 AOE。那么这样的话，用出来之后，甲太尉也要。那么铁锁的话，这边可以考虑啊，锁一个人啊，锁一个人。那么这里的话，直接杀也行啊，直接杀也行，刷牌啊，刷牌。那么桃子这边的话已经满血满状态，甲太尉那也可以足了，可以足了。甲太尉足完的话，肯定是庞统，庞统的话后面就周泰，杀一刀再杀一刀，足啊足啊。那最后的话，从屯田太多啊太多之后，就是打了一波攻，关键的一仗没有上啊，关键一仗没有上。我们这个地方还选择了慢血，毕竟有桃啊，手牌已经溢出啊，桃子到时候肯定是不留的。这样还有三杀的话，就看周泰你能不能扛下来啊，扛下来还能拼拼命啊。当然他即使我们这个地方啊最后断杀状态，当然啊单挑的话应该来说我们整体还是比较强劲的，不怕他。好，那么看一下这一局，刚才是家兽跟农民，这一局的话我们这边是局长跟神速啊，局长跟神速的话整体就偏辅助了，神速一般不太好体现啊，不太好体现。那么就拿一张黑啊，这一张黑还算可以啊，毕竟局长缺的就是黑鸡牌啊，黑鸡牌。那么万箭齐鲁炸一炸鱼啊，又开始炸鱼了。那么这边炸鱼的话，我们直接这边队友可以啊，还有反馈再出一闪。那么月鹰跳出来的话，这样能不能控住司马呀？可能有点难啊。九鲁一个，这个九鲁，然后还出了个桃，这是自作孽啊，自作孽，手残啊，手残坑人啊，手残坑人，中毒颇深。那么这边是年金啊，孙策跟周瑜一对年金，又是好基友。好基友这边的话，强过牌之后，肯定现在就是想找司马做突破口，手里十二张牌，如果能搞死，那就稳定了局面；搞不死，那就是自己人要崩啊，自己人要崩。最后还有个大反击补刀，那么然而还有桃子，这样又一回合额外三张牌，这个杀肯定就没用了，我纯粹的是刷牌。刚才反间的明闪啊，对啊，这个时候你想要乐不思蜀啊，都乐不中了。那么远交进攻来一发，知己知彼，看完手牌之后看看如何反应啊，这个乱舞开出来难道什么作用？那么这样的话，我们两边啊都是自己人，那肯定是保了国家，保了国家。那这边还有雷击的啊，这个地方注意一下，这个说他如果劈曹丕有用啊，其实这个是不对的，从他的回合内啊，教主啊逆时针结算，教主先改判，后面司马改判，无论劈曹丕还是这边都是教主先判。所以这个地方马腾这个想太多啊，想太多。那么最后的话，这边啊直接一轮没有带走司马的话，后面、啊、还有甄姬跟司马的大配合啊，
大洛神，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啊，八九十，已经十张牌了，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啊，这样的话十几张牌肯定是到手了。吾乃天命之子，最后的话这样真机劈哨的话，肯定是一波手牌在手了，一波手牌在手。那么这么多，估计二三十张了，二三十张，把那副刚才残余的牌堆直接刷完啊，直接刷完，二十多张牌到手的之后，铁锁连环再杀一刀的话，火杀火烧再锁起来啊，粘弩挂旗裤裆掏弩的模式，那再用属性杀，这边教主已经逃跑，已经不怕他了，比丧命更痛苦，比死亡更痛苦。那么这里的话最后啊就直接带走啊，带走的话这个就看有没有锦衣啊，有没有锦衣，应该来说还是有的，刚才这边有锦衣啊，应该是有锦衣的，顺手转羊，那你甲鱼的话肯定也扛不住了，那一个刀挨个刀，还有行伤的收益啊，行伤的收益，月鹰这个地方救逃也没用了，救逃没用了。那么最后还有南蛮开一波桃子再卖杀，再卖杀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即使他拿不下的话，我们这边后边还可以控场啊，一个控场四万二个也可以爆发。那么最后再一个万剑啊，这边还有九啊，继续刷一波啊，继续刷一波。我们这边的话，那边月鹰族一号位的话，估计也要组了，也要组了。比丧命更痛苦，这样两个兵粮都用起来，顺手拽羊，最后我们是躺赢啊，躺赢。那么可以看一下披哨手上的手牌啊，这边的话还有这么多杀，还有这么多杀，应该来说四张杀还应该来说还是够的。所以真机曹丕啊，整个的在现在这里的话，刚才配上司马的这个强过牌量，还有行伤的作用，整个的就能一波带的效应啊。这个就是通常的模式，离点曹丕，真机曹丕，这都是比较常见的。我们继续看一场，这一场的话就是主视角，我们这边是真机曹丕了。那么坦胸露乳组合啊，坦胸露乳组合。万箭齐发，炸一锅鱼，能不能炸到？没炸到的话，那就是后面继续龟缩。五号位摸牌过，摸牌过。六号位这边的话，继续不亮将。我们这边的话，那就稳稳的看戏啊，看戏。这个地方可以留一闪啊，留一闪。那么现在的话，看看继续啊，这现在这种模式下的话，只能继续靠 AOE 去炸鱼了。那么这个地方一代牢刷出来，南蛮我们先炸一锅，先炸一锅，看看有没有队友。没有队友之后的话，那就继续看戏啊，继续看戏。那整个的进行比较慢，那么大嘴一出来，这肯定是带动节奏的，启动节奏模式。那么我们直接清国了，直接清国，那边的话劫命还可以刷一波啊，而且有反馈，大嘴瞬间打工状态，直接拜拜啊，直接拜拜。唯贤唯德，那么那边唯贤唯德，能服于人啊，而且还有深吸摸牌啊，深吸摸牌，这边的话火攻骚包一个，骚包一个，然后有逃，只就反馈呗。四号位反正没有行动能力，五号位这边继续九反馈手牌空城计啊。此乃驱虎吞狼之计啊，那就控场啊，开始控场了。锁锁连环砍下家，下家一个九骚啊，九骚扇子烧一下。那么七号位六号位直接拜拜了，直接拜拜了。那么这样的话，送我们行伤牌啊，送我们行伤牌。那么桃园搞起来的话，我们肯定是稳赚不亏啊。稳赚不亏，那边的话还有无懈控场，无懈控场。那么我们飘游戏若流风之回血，那么又有司马在了，这样已经五张、六张、七张，结果啊，这个时候就比较悲催了。粘弩埋在排队里面，还剩十几张牌的时候埋在排队里面，这样就反而被我们大洛神给那个把粘弩给排掉了。排掉之后的话，想要排队重新刷新的话，这个已经没有什么。
刷新拿那张粘土的概率已经比较小了，比较小了。那么三尖两刃刷一波，这样的话决斗再带一波，有的是这个牌手牌啊。那这样的话，只能说这一回合啊没有能拿下，只能说是缓缓的控一下场。那么这边的话，董卓跳出来还好。还好啊，还好，不是特别的伤。你们桃子都在手里，一个九鲁直接闪掉，直接闪掉。那么最后再来一个暖机，暖机先结命再反馈没有问题，放逐翻一波控场啊！而且这个地方大仁德在这边的话，这个就各种花式助攻啊，花式助攻。那么你乱机送牌之后，那就是我们行商得利啊，行商得利。大圣的话继续撸一刀，我们这里桃子救起来啊，反馈啊，反馈，这个直接反馈了。那么四号位要再打的话，我们还有一桃可以保队啊，还有一桃可以保队。九鲁还有一闪啊，还有一闪，好评啊，尽力之手，尽力之手与他一搏啊，控了一下四号位。那么这里吃个桃，然后桃园这个时候就不放了。那么这里的话有一波天命之子，一波过牌了，一波过牌。现在这个还剩五十几张牌，依然没有粘弩啊，依然没有弩弩。那么利用这个三尖两刃刀拍一波啊，拍一波的话，董太师是拿下，拿下的话决斗再骚包来一发。那么这样整体而言的话，最后又来火攻啊，这一把就纯粹的这一波收人头啊，纯粹的依靠了锦囊的模式啊，锦囊模式。那么最后这有一堆牌的话，有过拆有南门啊，那么还有以逸待劳，肯定是可以刷的啊，可以刷的过拆桥南门入侵，这毕竟有无戏啊，可以保队友啊，可以保队友。那么以逸待劳再刷一波啊，再刷一波，可惜这里火攻不能搞了，不能搞了。那么这一回合啊，整个而言的话，没有像刚才那一把连续输出，但是还是比较好的，就依靠锦囊打成这种残局的局面。那么杀一刀死不死，不死乐不思蜀贴一波啊，最后的话反正这边还有僵尸猴比较普通的，那就是慢慢磨死他啊，磨死他。那么这个时候他可以进入投降状态了，投降状态，结果两个不屈就跪了，这就跪了。好，那么这个甄姬曹丕的两场啊，第一局就是纯粹的就是裤裆掏鲁清全场，第二局就是慢慢的依靠行商，慢慢的依靠收人头，各种 AOE 啊，各种锦囊能够打输出啊，所以这个就是两种通常的模式。我们看一下最后一局啊，大卫这个也是双花嘛，苟货跟这个郭嘉啊。那么嘉寿这边的话，我们是一个八号位继续龟缩啊，继续龟缩。那边三号位装装备弃弃牌，以逸待劳刷一波寒冰。这边八卦刷起来啊，刷起来，顺手拽羊，铁锁连环不锁一波，接刀掳人的话，这样盲狙到我们的队友之后，就直接刚烈菊花痛。那么我们这边的话，加一装上，乐不思蜀弃掉，龟缩状态，龟缩状态，没必要打得太狠。一号位的话，这边弃牌。这边桃园的话，这个直接跳位将了。那么那边我们现在已经是三个队友在场上，知己知彼的话，这肯定是非位将。现在整个的这边已经三个队友，我们结果我们没有机会跳了。这边还有司马可以回合外打一波，那我们就瞬间野心家了，瞬间野心家。那现在就是，整体这个从地理位置上来讲啊，我们这边大卫其实还好，不算特别的威胁大。你甄姬没有距离，夏侯顶多砍到一号位，所以的话他们这个无可奈何的这边的两位的行动能力受到限制啊，受到限制。那么丁凤在这边有这个粘弩在场的话，我们直接选择了慢一波牌啊，这样肯定是四打四的状态。四牌卖给丁凤的话，后面就希望他这个一骚二加上奉训啊，但是这个地方没有锦衣啊，骚不了二，骚不了二。那么这个地方的话，诸葛月英诸年闭合啊，再来刷一波，刷一波的话九杀甄姬挑软柿子捏，再一个南蛮入侵搞一波的话，但是这个南蛮啊不一定能拿下甄姬啊，大卫手上肯定有桃啊，肯定有桃。那么桃一个，桃一个，这个正常的啊。那么这边的话，我们直接再开一个南门啊，再开一个南门的话，
这个吴邪刷的就有点坑爹了。嗯，那他手里两个吴邪这样用的话，嗯，不太好啊，不太好。那么现在张辽继续出来控场，那么他一下控场的话，后面还有张合继续控场。那么如果大魏抱团想要成功的话，必须像有张辽、张合这种强力控场控装备的人啊，一个控你手牌，二个控装备。那么现在控装备的话，这个地方到了后面张合的情况，可以先偷牌，然后挪一下丁奉的这把粘弩比较好啊。那么夏侯惇的话肯定是这里手短，手短的话，拿到一把刀还行啊，打上香香桃子就起好评啊，暂时别死，丁奉只要不死啊，保输输。那么张合这边的话偷个牌，偷个牌后面的话顺手拽羊就顺的。这个地方啊，如果他不能保证啊香香的那个甄姬的存活能力啊，这边周泰一个不屈，所以刚才他如果打稳一点，肯定是这把粘弩啊直接挪走啊，直接挪走。那后面这里的话，周泰配丁奉直接奉顺典韦跟这边的甄姬一扫二，肯定是这样的。一扫二的话，那你这个粘弩你就坑了。一扫二的话，这边还有再来短刀出鞘，也可取辱性命，直接啊！最后还有一个南蛮，南蛮的我们赐有藤甲，框上了一个藤甲。那这样的话，相当于丁奉给我们打工的状态，也就无所谓了。我们这个时候再给他卖的话，可能不是特别的理想了。当然也可以卖一波，四张不一定是全杀啊。这边最后他南蛮还能自己收到人头。自己说到人头的话，好歹啊，那边粘弩被反馈了，被反馈。最后铁锁连环骚包来一波啊，骚包来一波。这样的话，骚掉他们。反间的话，他要刚烈，这个地方他不但改刚烈，一刚烈我们劫命两张牌，一记两张牌，他是不敢卖的，不敢卖的。所以我们这个地方选择啊搞他的原因就在这儿。那么诸葛的话，这边过河拆桥，乐不思蜀，抢九杀，抢九杀，走。司马的话，这现在魏国整体是崩掉了，整体是崩掉了。所以刚才说啊，张合想急着把这边的香香给搞掉，然后没有挪这个粘弩，可能欠考虑。当然啊，香香如果不死的话，这边还有大事，又是一轮啊。强暴这边再睡一觉的话，可能后面他们大魏更难打，更难打。那么整体而言，这一局的话，我们这个野心家看看、啊、还没有进入野心家的局面啊。这样的话，大魏毕竟还在场上，我们这个地方一扫二，取辱性命，劫命加一记，五张牌到手啊。这个回合外的额外过牌量还是比较强悍的，比较强悍。那么这个时候换上八卦，毕竟后期的话，这要碰上火杀就是一团糟糕。那么万箭齐鲁啊，万箭齐鲁的话，先把月鹰这边搜掉啊。那么最后我们这个就是大 boss 了，大 boss 杀我们一刀，我们直接继续刷牌，劫命加一记三张牌。那么铁锁连环啊，铁锁连环，这个地方顺手的话，这个灌石顺过来可能更好一点啊，更好一点。那我们可能急于求逃啊，急于求逃，毕竟后面如果丁奉有一波爆发牌的话，那最后这个灌石对我们简直是致命的伤害。那么没想到最后这边啊，闪电还雷中了，那我们就稳赚不亏。那么这边的话，现在啊还是怕这个灌石啊，还是怕这个灌石。那么决斗杀一波，已经五个不屈，顺手战羊，幸亏没有杀。如果有杀的话，我们估计又扛不住。那么这个时候八卦已经不是我们郭家的利器了。这个时候已经是灌石啊，灌石，那么决斗送一波，直接带走，直接带走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如果其实到了最后的状态，所以我们刚才那个顺手啊，可能有点，欠考虑啊，欠考虑，可能想从那边顺桃子过来保命，但是这边灌石的话，每回合强重啊，强重，所以我们赶紧把藤甲换掉，但是换藤甲的话，依然存在危险啊。好，那么今天的这个。国战娱乐基本这实际上就到这里了，最后的话希望大家周末娱乐啊，最后谢谢大家。